哎，这家乡规划太好了。哎呀妈，老嘎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下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不是你老妈呀妈呀的咋的，啥事儿啊？哎呦我的妈，得知你回来，我跑三里地才来接你的。哎呦天哪，可下回来了。不是你别给我俩摸手的啊，咱俩都离婚了，你是我前妻，你可不能这样整，让人看出啥玩意儿啊。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。这箱里装的是啥呀？妈呀，还挺沉的。钱。多钱呢？这一提钱就冒蓝光的眼睛都。啥钱？这里边是我干活穿的衣服。妈呀，我都听说了。你说你打工得三年啊，挣了2000万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回来你就别走了啊，咱俩呢就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不是你想啥呢？啊？还好好过日子？都离完婚了，咱就拉倒得了呗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啥去？那离婚不还能复婚呢吗？这话说的，你说你在外边也没找人，我也没找人，你单身我也单身，那不正好吗？不是好啥好啊？那好当时的时候，为啥要提出离婚呢？啊？那谁信你挣这些钱回来呀？别说那个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家里边炕呢烧热乎的了，我买了四桌，你家两桌钱，我家两桌钱，他们都同意咱俩复婚，走。不是，哎，走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我来，我拎着走。霸王硬上弓啊，这是啊！走吧，哎呦，我给你拎箱了，走！我没有这200万，我估计你都不带来找我的。